然后我是主唱阿关，然后吉他手威泽，跟我们今天来又新演出的鼓手阿腾，御用鼓手阿腾。因为我们是大学生嘛，然后我们其实海洋大学其实校本部在基隆，那我们算是就是特别过来这边念一年的书，我们是大二的学生，就这一年会待在这，那我们想在这边累积一点经验跟在这边拓管一些人际，然后也欢迎大家来找我们交朋友之类的。海水花的路口也是我一样喜欢的breathing, I'm hopeless now.
小杨。